的各项都是顶尖的。没错，全垒打也排第三了，也有六支了，其实大有机会变成三冠王。是，这个球打得很深远哦，中间方向全垒打 ，Home Run， See you later。绿色坦克在那边也回击一发，而且这个一分变两分呐、啊，这一弹呢、啊、是打回垒上的跑者、啊，是来了一个两分打点的全垒打。现在呢是帮助球队啊，反倒是超前呐、啊，高庆本季第九支的全垒打，2-1，狮子军呢现在是把领先优势抢回来了。对啊，连天啊，很幸福了哈、哦，第一局掉一分了，队友马上给他两分。原本是落后的一个局面，现在马上变成领先，确实够意思了啊！所以第一个恭喜高国庆的就是连田。